老板你好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曾志美。你结婚了吗？结了。你多大？我今年46岁。你身高多少？我身高163公分。你体重多少？55公斤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5个人。你几个小孩？我3个小孩。大小孩？老大25岁。25岁。第二、第三？老二24岁啊，老三20岁。以前你去过台湾了没？我去过了。去过几年呢？去过几年呢？大概10年了。大概10年。你来台湾做什么工作？我来台湾上班啊，帮人家做事。你会不会煮菜？都可以。会煮。都会。会不会烫衣服？都会。家里的事情我都会做。也很会做了。是啊。你来过澳门了没？还没。还没。为什么现在你想来澳门？我想来帮人家工作赚钱啊。来澳门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都可以。这样好了吗？谢谢你。谢谢老板。好，拜拜。